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《笑动2016》，我是龚宁。二人转啊，本来是东北地区的地方戏，流传起来之后，慢慢的发展成了集说笑、模仿秀、杂技表演为一体的表演形式。后来啊，为了适应更多观众的需求，演员们开始排演小品，特有的东北式幽默经常让观众捧腹不止。乔迁之喜啊，是鸭蛋、程野等几位东北喜剧演员表演的小品，让我们来看看。哎，北京终于有家了。我，大家不知道，我刚在北京买套房，哎，五里屯社区，这小区也太大了，人来人往，谁都不认识。你说住一个楼层，远亲还不由近邻呢，万一有点啥事儿啥的，是不是还得互相帮助啊？您说是吧？我这人是一个热心肠的人。有人吗？没人啊？有人吗？谁呀？我呀。等一下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谁呀？你是？我是新来的，我也是那个对门的邻居，我叫大橙子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推销保险的？你瞅我像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车险人险都不买，赶紧走赶紧走，快快。喂，我不是办保险的，你我真不是办保险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人咋这么烦呢？你咋这么烦呢？不是我，你还要踹门呢？你啊，不是，你怎么回事？兄弟，你听我是哪儿的口音？我是东北人，东北人。你东北哪嘎子呀？那个东北沈阳那嘎子的，沈阳。哎呀，哎呀，那个老乡啊！我就在你那对门啊，对门。是吗？你也上这儿来买楼来了啊？我寻思北京安个家。我跟你说，赶紧过来。咋？你别在这儿买了，赶紧走吧。我都要搬了，这小区的人，我跟你说有点不正常。我就没觉得，好像有精神病。你说我呢？不是你，就是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昨天晚上凌晨两点多吧。两点多。哎，就底下就小区里有个人就喊。喊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正睡觉呢，我就趴窗户看他喊。就是把窗户全开开，灯都打开。他这一喊，就住户全把灯全打开了。最后他说一句话，老气人了：“看看我是谁家的，我找不着家了。”太气人了，兄弟，我不瞒你说，昨天我有点喝多了。昨天那是你呀，我呀，我媳妇没在家啊，我还问我。哎呀，这要说新来的，这咱这楼 ABCD 波波德特，你这楼群也多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事儿不算，就说大哥抛开你的事儿在外、我这两天就发现咱们小区这里有些人嘛，不正常，确实不正常。楼上有个叫王向虎那个，挺瘦那个。有个叫王向虎的，我认识。我昨天这不是买俩螃蟹嘛，买俩螃蟹，我家里没酱油了。我寻思就别出去买去了，都是邻居啊，我上楼上借点酱油去。我进屋我说那个啥，王哥你好，我说那个你看家吃螃蟹没有酱油了，把那个酱油借我点儿。你看他怎么说的？巧了兄弟，我家吃酱油少点螃蟹。让我给他送螃蟹去。你说他也不算，螃蟹多少钱一斤，酱油多少钱一斤？谁知道了？你说这差好几倍呢。所以说在这买楼，我挺后悔的，真是。那以后你要吃螃蟹啥，你就别找他啊，你找我，远亲不由对门。对，咱们都是哥们儿。有事你就找我啊，有事你就找我。什么忙都能忙，那没问题。你住对门？就那门。啊，你那多大平那房？我那是132的。132。你这个呢？我这个72啊。啊，挺好。哎，这样大哥，我求你点事儿呗。那个不吃螃蟹吧？不是，过两天我妈他们过来，完事你把房子借我住两个月呗。那个、行吧，你说大哥，你这个有问题指定是没有，因为我老丈母娘啊也得这住的，等我老丈母娘走了，你妈再来行不行？不是，兄弟们，哪天再说，哪天吃螃蟹我请你行不行？大哥，哪天我请你吃螃蟹，直接你来啊！行，好嘞，好。嚯，这家太狠了。直接要跟我挪房子，要换了的呀！哎，出不来了，哥们，怎么的？锁屋里出不来了？咋的了？有人吗？你干啥呢？我听里有动静。你搁这蔫巴头干啥呢？
不，我就看你干啥呢？啊，大哥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大哥，啊，不是，说。你可能是有点误会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误会什么呀？你搁这干啥？干家门口干啥呢？我查三个数，把手给我放开。三、七，哥，你放开，我自己算去。你算。你搁这干啥呢？我呀，你让我说话行不行啊？我呀是你旁边儿子家的邻居。我呀是刚搬来的，我家没啥事儿，我就是看你家有啥事儿没有，有啥困难没有，我来帮帮忙。你说你对，哎，你说你这样好吗？看看，就我现在我还用帮忙吗？那我不用帮你了吧？我还用帮忙吗？那我把手放下了。对，就凭我告诉你。我在家，嗯，皇上看出来了，一手遮天是，我还用你帮忙？我媳妇啥都听我的，我让她往东，她都不敢往西啊，我就老虎。那你媳妇呢？母老虎啊？我媳妇是武松。不是，哎，我是武松他哥。我跟你说，我是皇上，我媳妇是啥，你知道吗？皇后呗，皇太后。客气媳妇，你说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说让你打酱油咋这么费劲呢？不是，我这邻居我俩搁这聊会天，开乐呵乐呵。乐什么玩意儿乐呵啊？啊，真没有美满和谐家庭，你还出来乐呵乐呵？乐什么玩意儿乐？不是，我就合计，咱俩就聊聊天，我寻思谈点大买卖，给你挣俩钱儿。就你谈大买卖呀？啊，你还谈大买卖？你小学没毕业，你出来谈什么大买卖你呀？啊，你一月才给我多少钱？才给我500块钱，你还出来谈大买卖？我还得养你呢，滚！你干啥呢？啊啊！你干啥呢？哎呀，我拿你当我媳妇儿了。你是弟妹吧？弟妹啊，哥就劝你一句话，家和万事兴啊，别吵吵。你谁呀？我是大橙子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也刚搬来的邻居。我先上你家看看有啥困难没，帮帮忙，我就跟他唠会儿嗑。你要有困难你就吱声，你两口子别干仗好不好？你来帮忙来了？对呀，我不是帮你干仗来了。等会儿啊。你媳妇脾气挺低位，弟妹，不用客气，我不要礼，送什么礼？这个垃圾你帮我随便扔了啊，扔哪都行啊。回来，回家。兄弟，有困难找哥啊。对，还有点事儿。咋的？对，你先下去帮我打瓶酱油啊，谢谢啊，媳妇。看着没，我们五里屯小区。伙食多好，天天吃螃蟹，你也不怕胆固醇高，我真服了。这家我要有啥困难，有人吗？狼啊狼，你在哪地方？有人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不是小偷啊？是不没人啊？哎呦，谁呀？您谁呀你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老有劲儿了，我。你干不过我，你知不知道你？我已经领教过了。不是老妹儿，你是干啥的？你不想前来，你是不是要强暴我？我老妹儿，说实话，我没有那个胆量啊。老妹儿，我师傅，你是不是小偷？你看小偷有长这样双眼大薄皮的吗？啊，我你别动啊！我不动，你别动！哎呀，你一瞅你就不像好人。我就这小区的，你看我这还有房卡呢。
刻的，你看，你看我手机上有门卡，你看，我就这小区。啊，我就这。你是这小区的？那你上我家来干啥来了？我呀，你看我是其实好人做到底，落一人吧，别落一群，就剩你家没去了。我寻思上家都瞅一瞅，有什么困难要帮一帮，我就上你家。哎呀妈呀，俺家正好有困难。那你什么困难？给我送桶矿泉水呗。什么？你拿不动吗？那一大桶矿泉水，我这身体这么单薄，那么粗那么脏的活我也干不了啊。你拿一桶可能是轻，你要拿六桶就行了。其实小妹这都可以帮，我不是楼下超市的。那你就帮我搬一桶呗。行，帮桶水那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一手我就给他。哎呀，我家呀，都十年没有人敲门要帮我忙的。原来瘦的时候吧，还有几个人敲，自打体重长到200，一直没人敲。哎呀，你再长50斤就更没人敢来了。是是，但是你怎么单身呢？是，就一个人天天来家待着。在家待着，那你就这辈子你就单身了。你没事出去溜达溜达，你找个伴侣。找不着啊！我是前几天我就出去逛街去了，我就走吧，突然后边有个人跟着我，我走到哪他就跟我到哪我走到哪他就跟我到哪我以为他相中我了呢。其实呢，我就回头问了你是不是相中我了？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北京冬天风太大了，我找个墙避避风。就是他说话挺伤人的。我就想找一个跟我能白头到老的。我是不行了，我没头发。我可以帮忙给你介绍一个，你有什么要求呢？我要帅。还得有车的。老妹儿，我跟你说现在可发达，我给你上网查，我这手机能上网。我等你要帅。要帅。还要有。还得有车的。网上说了是象棋。有帅又有车。对，老妹儿你再换个条件，这个不行，不适合你。你再换一个。我就想找一个个子矮矮的然后总穿一个礼服，然后愿意在冰上运动的我就喜欢打花石溜，然后就让他领我回俺家大河套去打花石溜去。这个个儿跟你差不多就行哎呀，还得穿礼服。对呀，还没事去打花石溜这个好像是企鹅吧？这个我个儿不高，穿礼服打花枝溜，那不企鹅吗？那你有病啊！我要找对象，我也不要企鹅。呸！其实老妹儿，你要找个企鹅也挺有意思的，找个企鹅。老妹儿啊，老妹儿，哥是跟你开玩笑呢，慢慢碰吧。干啥？缘分这个东西啊。你给我送桶矿泉水呀。哎呀，这家太狠了。在很多观众的印象当中，二人转演员的长相风格迥异，大多都能让人过目不忘。祖籍东北吉林的演员宋小宝啊，就是如此。他身形灵巧，面色黝黑，长相里啊似乎就带着天生的喜感。他独特的表演风格与幽默天赋备受大家喜爱。咋的了？我问你干啥呢？
猎呢？你还打猎呢？多亏我躲得快，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。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跟你打猎了，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，看《来自地球的你》。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，还哪有人类了？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，知道吗？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，咱俩就把他抓住，放公园门口，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，然后咱就收10块钱，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？滚犊子！这钱还都让你挣了，你都让你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。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，知道不？完了。咋的了？真被外星人造访过，看没看着？广告都喷这儿来了，3W.com。老公，你看那是啥？快跑！那是自行车。等会儿，你再跑啊！老公。哎呀，队长，我们好像到了。能不到吗？方向盘都掉了，想不到也不行啊。坐回去。啊，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？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。250啊。我问你，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？我们走丢了。你说我就睡会儿觉，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？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？也不用考啊，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，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。多少钱？30。我咋花60呢？你跟我咋比呀？我是 VIP。 行了，舱外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？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，重力小，咱们可以出去玩耍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真的吗？嗯。哎，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？什么玩意儿说啊，小子？你又吓人家，讨厌。不是，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，怎么可能？啊！外星人！啊！地球，能不能连上地球？地球！地球！杨队长，你们现在在是咋没信号了呢？在什么位置？我们走丢了。地球，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？请指示。发现外星人，那就抓。看见没？有任务，地球让我们把他抓住。抓外星人干嘛呀？你笨呐！把他抓回咱们地球，往公园门口一放，合张影10块钱，咱俩就发了。啊！准备武器，出舱。耶！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，太危险了。队长。我飘了，你飘没？你废话，这个地方没有引力，谁来都飘。哎呀，队长，你看我追你啊！哎，我再回去。哎，队长快看，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。是他。哎。哎，队长，他怎么不失踪啊？他在这待习惯了，别着急，我先稳住他。
长，你听见没？他说中国话，好像是。你会说中国话吗？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。你那身衣服什么牌子的？比基尼。你是人类吗？你看呢？不像啊。答对了。你姓啥呀？UFO 叫啥呀 ？X 啊！你爱吃啥呀？大米的。不吃人，抓他吧！上！我先来。你干啥呀？抓你呀！哎呀，想呀，回去吧！哎呀，他打人呢！队长，我来抓他。你干啥呀？我来抓你。回去呀！我来掉个头，我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回去呀！不能让他主打一面啊！想想办法，来，这回上来了，回来呀！帮帮我，来，想想办法，我必须要不就好了吗？来，来，回来呀！啊，很简单的，很好笑。射门了。我们谈谈吧，你跟我们去趟地球好吗？不去。为什么？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，PM 值爆表了。看看，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，多么好啊！我们会改的。你过来呀，那干啥呀？咱们照相啊，照相。对，哎对，媳妇儿，我给你抓俩外星人，拿公园门口照相去。你等着我，还俩往哪跑啊？哎，小样。队长，外星人会武术，地球人挡不住啊！放他吧，回去吧。小广告，自己搬道具，演员。老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跟他们玩呢，可好玩了。是吗？啊，要不然我收拾他。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。外星人，啊，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啊！我们向往和平，我们能成为朋友吗？No problem。那既然我们是朋友，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，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。外星人太可爱了，队长，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？他把船开走了，咱俩回不去家了。
一部电视剧《乡村爱情》成就了不少来自于东北的喜剧演员，其中刘能的扮演者王小利更是深得大家喜爱。其实啊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深入人心的角色对于演员来说啊，也是一把双刃剑，让观众记住自然是好事，但是形象上的固化又让不少的演员头疼不已。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王小利来说啊，似乎并不困扰，他依然保持着质朴的风格，塑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可爱有趣的中年大叔的形象。大伙好吗？谁呀？啊？没看下边有人啊你？哎，干嘛呀，老钱呢？你这屋喊啥呢？吊嗓呢？可都啊！你吊啥嗓啊？吊嗓啊！你说这正往回走呢，啪家下了一个塑料袋。你说那得回事没咋上？万一你说里头放俩砖头，我是不是报销了？看你几楼没？看着就五楼那家。我说他刚把窗户关上，就那块料。五楼是俺家呀。不是你这事儿吧，我就跟你这么说，老钱啊，咱吧就是尽量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是不是啊？咱们吧就是批评教育为主就得了，是不是啊？教育啥呀？教育连人都找不着，我教育谁去我？人找不着好办呢，有招。那我正好组织压个队去的，家事都带着。那你拿这玩意儿啊？你这不是他能听？喂，你们被包围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对，你扔垃圾你还不敢露面儿，你说你什么能耐？告诉你，你这种人，你是炒菜不香，点灯不着，你不是什么好油，你癞蛤蟆撒鸡毛，说你是飞禽呢还是走兽？啊？吵吵啥呢？有能力给我下来。你是不是不想好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也太能吵吵了！不是，咱家那电视那音量都调到最大都没干过你。你这咋还把你媳妇骂出来了呢？没，你唠两句，我去查查看看谁搁谁家，到底谁家？我看他出不出来。干啥呀？来呀！这小子这五楼哗下了垃圾袋，把脑袋给砸了。我不帮他骂呢吗？你也跟他骂来。我骂啥呀？那垃圾袋是我扔的。老伴，你说你夸的扔个垃圾袋，你把他砸了，你说这是没砸着他，你万一夸给他砸完的话，就是他下半辈子就得在咱家过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再说你扔垃圾，你都瞅着点下边有没有人啊？你不能就是有人你夸往人脑袋上扔啥玩意儿？那我扔的时候，我看底下是没有人，我才把垃圾松手。当我一松手的时候呢，他像超级玛丽似的唰就干出来了。你说这事儿能怨我吗？你是什么素质？你说你这小区这环境这么好，说往下扔就往下扔，你拿我当超级玛丽呢你？啊？哎呀我天，这里头还有鸡蛋皮，你咋没把鸡蛋皮一准吃了呢？这还有苞米棒子，你说你啃的也太干净了啊！你一个粒儿都没给我留啊你？哎呀，这家还有一条鞋，太气人了啊！哎呀，老伴儿，这鞋里咋还有钱呢？我那双鞋你给我扔了？扔了，那留它干啥呀？我瞅着就来气，我给扔了。你咋这么欠呢啊？你咋不把我扔了呢你啊？那鞋留它有啥用啊？你说啥用？那是我爹给我留下的那双纪念鞋，你就给扔了啊？你祖宗给你留的也穿不了了，扔了。你这个败家娘们，我得赶紧下去，不行。哎，你还有吗？你再撇俩。那个啊，老钱啊，你有能你再往下撇一个，我看看。老钱啊，那个怎么样了？哎，这也累，也解气呗，解气了。哎，解气行，你先过劲儿。那个，我得跟你说事儿。真是，你别说了，你行啊，我也骂累挺了，你也回去。别，把这喇叭给你，我回去。不是，你先别走，你听我说，你那个我吧，就是挺对不起你，真
啥对不起，你都帮我这么长时间了，都帮我骂那么长时间，我就行了，我不够意思了，你够意思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叫一般人谁能帮我？行了，我感谢你啊，我回去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必须走。哎，这垃圾袋是俺家扔的，这垃圾袋。你不说不是吗？不是，刚才我回一问，我媳妇说是他扔的，我马上就把他叫下来给你赔礼道歉，行不行？你这是整的，你这是死老婆子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被包围了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搁这吵吵啥呀？你是不是不想过来？不是，不是，哎，不是。我问你，你吵吵啥？啊？你赶紧给人道歉。我道啥歉呢？你这道歉。垃圾不你扔的吗？给人砸了。哎，你这两口子，我也知道了，你这是怕我挨砸一下子心里难受，就承认是你们扔的了。我理解你们，行了，没事就砸一下无所谓，我走了啊。不是，你听，我跟你说实话行不行？这垃圾就是他扔的，那里头是不是有双鞋？那鞋里头有1000块钱，那是我藏的私房钱，你可以走，鞋得留下。我的天哪，你还藏钱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大哥呀，这垃圾是我扔的。你给承认了吧？你别承认，这回是了。那别人谁有那么准呢？能掉你脑袋上？是吗？啊，你们两口子这学过川剧吧？变脸咋这么快呢？大哥，你那什么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开火车。这垃圾是我扔的，那对不起呀、啊。啥意思啊？那。就是把钱拿回来。哎呀，你们两口子，哎呀，为了这钱左一番右一番，你看给你吧，拿给他吧，到我手也是就停一站。哎呀，老钱，大哥，你拿一碗，给你一百，这垃圾扔你脑瓜上了，都整埋汰了。你说这，你去洗洗澡去，大哥去。我洗啥澡啊？洗啥澡？你就拿着吧。那啥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俩搁这唠，我那还洗衣服呢，洗衣机正甩着呢啊！我回去了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挺惭愧啊。以后吧，你这钱你别往鞋壳里砸。就是。那不行，我告诉你一招。你以后你把钱吧就放到下裤，知道吧？啊，下裤。搁下裤里面缝个兜。就把钱就揣在兜里头，谁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你这招我用过。我。我媳妇是回家洗衣服去了。生活中啊，常常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误会，而误会又往往会变成让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。一个小小的相框会给几位住在一起的邻居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一起来看。是老钱呐、啊，哎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越来越懒了呢？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去上货去啊？今天不去了，你回避一下。回避？嗯，回避啥呀？你是不是又欠人家钱了？楼上的老城头没了。啥？老城头没了。老城头没了。那，妈呀，这么突然呢？那你赶紧去看看去啊。我去看啥去？看去看一眼，你不得随个礼吗？对不对？随礼不就得花钱吗？我这拿钱当爹的时候，我能把爹随便往出拿吗？我不能让我爹离家出走。你说你这德行，你可咋整啊？邻里邻居的，谁有啥事你就过去看看去，随点礼儿，多钱那玩意儿？你咋这么抠呢你呀、啊？是谁抠了？你。我让小木匠都把相框给他做好了。他死前那相片一摆，那一相往那一个，那个相框都知道是我做的，拉倒。是不是？再一个，我今天小卖店我不开张，我就等于对老城头的默哀一样，真的。你就这么抠去吧，我看你以后咋做这买卖，你抠吧，我走了。你把钥匙拿着。好嘞。把门给我锁上。好嘞。谁叫门我也不开啊。哎。别提了，你就说呀，这小木匠他得多损，人家老城头没了。给人做个相框还得让我给送。哎，你说这钱是爹，他咋这么抠呢？抠的没边儿了都。人老长头没了，你送你一个相框，你都给人安个玻璃呀，太抠了。钱叔，我送相框来了。
完了，白跑一趟。家没人，还没在家。啊，家没人，没人咋还说话呢？有没有人啊？完了，这一天白跑一趟，我这看来我这还得给送回来。哟，大龙，大龙，你妈呀，这么老城头啊？你过来来，不是你是不是着急来求来了？大龙，不是城主啊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就是送烟块的呀，城主。这还蛮完蛋呢！哎呀，城主啊，你饶了我吧！你说啥？你也认为我死了？啊？我给你烧俩钱不行？快！你这耳朵，年轻人这耳朵咋这么聋呢？这么背呢？死那是楼上的老陈头，陈头不是老城头，吃人陈不是吃人陈，知道吗？老陈头死了，不是老城头死，知道吧？啊，没死啊！死什么死？刚才我上市场买菜，我说怎么见我都跑呢？算你吓尿第四个了，这都。哎，没死，那根本就没有。没死，你拿花干什么玩意儿？上市场买完菜我就回家，我看我们家门口摆六个花圈，四个花篮，这不我这几个花不是挺鲜艳的，没舍得扔，我就搁手攥着呢。你那什么？你以后别乱说话，知道吧？不是你干啥来了？拿矿啊？这不老钱吗？说你没了，给你做的相框吗？你这刚才给我吓的，屁都给我吓凉了。我这敲门，刚敲门，他也没搁屋啊，没在屋，没搁家，不成啊？小卖店没人啊，应该在家呢。那在家，那我敲门他也不开呀、啊。这样是吧，程叔，你这没死，完了。你就交给你吧，完你看着他，完你跟他解释一下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啥事儿啊？我回家换条裤子，裤子都湿了。完蛋，平时这家伙就是有能耐，这家伙看着一个老头给你吓这个熊闪呢。那啥整？那我也得跟钱氏爹解释解释啊。那他这嘴跟喇叭一样，不把他嘴堵上都得知道。您这还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老钱呐，哎呀，这声咋这么熟悉呢？老钱，开门啊，开门。你开门啊，老钱！啊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老钱，给屋门啊！我给你送相框来了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嫌我嘴里水的少，来上我这求来了。老钱，我也开门呐，我这咋还找家了了呢？哎呀妈！苍天呐，快点出来一个人救我一下吧！我要能逃过这一劫，我把我所有的钱全捐出去。有钱你不开门，要不要你上我那去？哎呀妈，这可咋整啊！我的妈，我上哪去躲一下子？我的妈呀！老钱，快点！老钱，老钱呐！这谁呀？耶，鸭子。在家喊你，我没死，让你给我打死了。不是，你也认为我死了啊？你们死？死那是楼上老陈头，吃人陈，不是吃人陈，吃人陈啊？没死啊？你往死那打我？你拿我当打高呢？哎呀，也就我这体格，换一般人早陪老陈头作伴去了。那他。说的说你吹灯拔蜡了，你说吹灯拔蜡，来你摸摸，一会儿不？
哎，你再摸摸，有体温没有？都37度多呢。败家孩子往死那吹，我这哪次能架住你吹了？那成叔，那对不起呀、啊。对不起有啥用？我也没办法。你干啥来了？我这鞋上的卖店吗？卖店没人。没人？人可能得家呢。我听屋里有动静。啊。我那什么，我那给老钱那送相框来了，他以为我死了，所以说呢，我先把相框给他送回来，跟他解释解释。敲门不开，这么的，你给大厨把门敲开，我跟他解释解释。行行。知道吧？现在唯一就你信任我没死。哎，好多人都信我死，不害怕吗？你今天本命年，我给你敲去吧。那你敲去吧，敲你敲门，敲门。钱叔，钱叔，谁呀？我鸭蛋儿。大爷们，给屋了，可算有个人来救我来了。那我给老陈都打跑了，你快开门。等一会儿，鸭蛋啊，那谁，老程头走没？走了，走了。快开门。走了。哎呀妈呀，可给我吓死了！你可救我了。来，老钱啊！啊！回来了，弟妹！哎呀妈呀！回来，回来！弟妹，回来！回来！别动！别动！等会儿，大哥，这玩意太疼了。死那是楼上老陈头，我没死，老陈头死的，快起来，老同学死的，哎呀妈，老陈头死了，你说你不同意解释，我寻思老钱天对我挺好，给我打个相框，我就给他送回来，你这不是这咋的？老钱咋的了？老钱呢？老钱你醒醒啊！那咋整啊？哎呀，完了，快想想招啊，给我呀！想招那就得人工呼吸呀，那快呼啊！那俺家老爷们知道多不好啊！你快给我整点碗水去，啊，老钱。老钱呢？老钱呢？你这扯不扯？你说，好心好意，我给你送相框，你说。哎呀！老钱呢？没事吧？哎呀妈！你可吓死我了！醒了。行了，没事，别害怕啊。行就好。啥事没有？媳妇儿。哎。你也让老程头给带这面来了？哎呀，没有。哎呦，咱俩呀，这是苦命鸳鸯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到这面我还对你好。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买好衣服啊，都给你花上。说啥呢？没用。老钱呐，你是不是吓蒙了？我傻了？没有。你好好看看这是哪？这不是咱家吗？嗯。好好看看，这是鸭蛋儿。啊。啊，好好看呢。是吗？啊。我没死啊。没死。死啥呀？哎呀，那我说买衣服那事先撂下，以后再说啊。还不忘了，赶紧起来，别感冒。哎呀！完了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妈呀！要命！你啥事儿啊？赶紧！老板子，你找我找对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立功出身，我骑这个车写清楚。兄弟，你慢点开啊，前面有测速拍照啊。哎，老板，你想多了，就这个车，我就蹬出活性子来，他也超速不了啊。哎呀，你别说话，好好开车。行了行了，哎，老板，我问你，这个导航是不是比这个车贵啊？这车就是买导航送的。哎呦，我太划算了。以为您推荐附近停车场。前面停车场了，咱们去停车场吗？哎呀，谁往停车场停啊？停那儿一天够买辆新车的了。那咋就停这儿呗？那行，那行了，那我就给停这儿，老板啊。哎，那个20块钱行吗？二十，那这样，这酒啊40。啊、嗯。你找我20啊。哎，老板，我这刚出工，你看我没有零钱啊。哎，那你拿着吧，给你当小费了。都给我了。啊，都给我了啊，一瓶酒啊。哎呀，走吧。哎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没事。谢谢老板啊，走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就我自己，没人跟我抢啊。
立功立功，专业立功。强抡大锤，唱歌跳舞我搬化肥，不是山歌我跟你吹，专业立功我带你飞。立功立功，专业立功，立功立功，专业立功。抢活的，新来的，有点不懂规矩吧？往里边串串。你谁呀？我谁你都不知道？你谁？立功界的传奇人员泰山。不让，不让，不让！呀！哎，要命了！让不让？行行行，好，不就让让让地儿吗？我给你让，你让。我踹！我要不会武术，还干不了这个了。哎呀！这里只能有一个立功，把牌子给我扣下。我凭什么扣下？啊！我咱俩上来上来，我不扣行不行？我换个工作，不干立功就行。家教家教，专业家教。立功立功，专业立功。家教家教，专业家教。哎，我都想笑。不是你能干家教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是混血儿。混血儿？俺爸是立功啊。俺妈是家教，所以我是混血儿。行行行，说混血儿啊，那你家教都教啥呀？啊，英语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考考你，你考呗。女孩用英语咋说 ？Girl。快速英语咋说 ？Shoot。发射咋说？穿天猴咋说？啾！女孩快速发射，穿天猴怎么说？够够彪够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两天我正跟我女朋友吵架呢，你别招我。sorry sir， 还 sorry sir 呢？有个女孩能真心喜欢你，多不容易啊！混血儿啊，就我这点事儿，搁谁头上谁也受不了。记得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，我站在村口。有个女孩过来说想做我的女朋友，我就答应了。送她回家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家正在割麦子，我就帮他们家收了三天麦子。收完麦子以后，她跟我说咱俩不合适，分手吧。那我就回家了呗。到家没两天，她给我打电话说想跟我和好，让我去她家接她。那我就去她家呗。又赶上他们家挖土豆子，我又给他们家挖了三天土豆子，然后挖完了，他跟我说想来想去咱俩还是不合适，分手吧。我就又回家了。你说他刚才给我打电话，他家是砌水池子还是盖房子？他是想溜溜你这个大马猴子。你给我上一边去，好好盘活，别惹我啊。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立功立功，专业立功。家教家教，专业家教。停！半夜砸墙抡大锤，立功见礼怕过谁？手劲胜过猛张飞，臂力赛过黑李逵。哎，立功立功，专业立功。家教家教，专业家教。停，俩是不是新来的？懂不懂规矩？给我往里面串。你谁呀、啊、你啊？对呀，就串就串，什么串？我就是这儿的立功之王。你凭什么？你说立功之王，你就立功之王。立功之王。好，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。告诉你吧，我劈一块砖的速度平均是1.5秒，掐秒，几秒？1.2秒，
哎，挺厉害呀、啊！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收！厉害厉害！小五，行行行，来这。立功之王呗。行，那你是大王。哎，咱以后啊，就组团一起干立功，好不好？好，都换立功。我都想好了，我打算开一个专门砸墙的公司。哎，我就是董事长，你就是 CEO， 你就是 HR。行，啥是 HR？HR 是啥意思？咋还不明白呢？啥意思呀？就是好人的意思。哎，我宣布啊，咱公司正式成立。好，好，咱们呢、啊，作为一个企业，得有企业之歌、嗯、啊。来 ，music。走。今天这梦想还真实现了。你俩梦想是啥？我吧、啊、我爱唱歌、嗯、啊，我就想有一天能在电视上唱歌。大王来，这不正好有收获烂了吗？能行吗？来来来来，站着，来来干啥呀？搬过来，来你干啥呀？能办呢、啊、这个、啊、你放那你就知道了。来，我给你实现梦想。我告诉你，过来，来上来，站、哎、你站上边啊。你上来，站坏了呀。来来，慢点吧，我告诉你这车、啊电视上唱。哎呀，他唱大大大路高高最高高一路茫茫。哎呦天哪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下来下来。哎呀，我发现你唱歌太难听了。你哎，行，那我也算实现梦想了呗。实现了，实现了，实现了，好好实现了。那我歇会儿。泰山呢？啊，你梦想是啥呀？我这梦想更不好实现了啊！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小目标，砸1亿堵墙。你这净瞎扯，这辈子也砸不完呢。交给我呀，我给你想个办法。你能给我实现吗？哎呦，1亿堵呢？这就一堵。1亿堵墙。实现了！哎呦我天哪！好好，来，有没有立功？我这有个活儿，你们商量一下谁过来啊？啊，那个马上来啊！啊，这泰山呢？你去、啊，你今天还没接着活呢。你去，我都接过活了，你就去吧。你小，你赶快去吧。哎，这样吧，哎，大王你去吧，董事长你是领导，你去去吧。啊，那也行，我先去给你们打个样啊。那啥，等我好消息。行，好好好，哎，我先去了啊。啊，你去吧去吧。哎，回去啊。你女的嘛，你得照顾。哎呀，她女孩啊，她不好接活。对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嗯。咋又回来了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啊，人家说只要男立功，不要女的。啊，这不是性别歧视吗？我找他们去。别闹出人命来。来来来，我有办法。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哎，你们这儿到底有没有男立功啊？我是女的。我也是女的。我们都是女的。那还是刚才那个吧，那个壮的。快去吧去吧，赶快。你看你俩这是干啥呀？哎呀，去去去吧。啊，那谢谢了啊。客气啥呀，我先去了。去吧，哎，去。哎呀，我这行不行？我这个，哎，有没有立功啊？我这有个活儿，哎，
那个挺壮的那个，我看你挺合适的，你过来一趟来。来活叫你呢。没有人要壮了，叫你呢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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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劲儿太大了，这个人劲儿太大了，一把给我推这么远啊！你给我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别碰，别碰我啊！你劲儿太大了，他劲儿太大了。哎，那个瘦的，我看你劲儿挺大的，你过来吧。哎呀，我。啊，行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哎，你还起来，你干嘛呀？你这还得让着我干什么？不是，你看我都解着活了，你就年纪轻轻，这半天了没解着活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去吧，好好撒枪。那我就保证完成任务。耶耶！哎呦，你劲儿太大了。是手是手是手，去吧去吧。那我就去了，回头见。行了，那就再见了，混仙儿。再见了，开饭。再见。再见。看来啊，今天这活又没爬上。不过做人总会遇到点困难嘛，遇到困难不能让困难给打击了，我们要打击困难。我今天很高兴，我完成了我的梦想啊，这个梦想很大的，站在电视上唱歌啊。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。